毛茸茸小动物穿过镜头这一幕让研究员超兴奋，台南龙旗居然出现，石蟹獴。 石蟹獴叼起小乌龟，但吃不到，怒摔龟壳，扣扣扣，连敲好几下，把小乌龟砸向石头，企图敲破龟壳。觅食过程变成生态珍贵画面。哇，我们看到它竟然会拿东西起来这样。 好像在拜拜哦，很好笑。台南的龙旗牛埔地质公园生态丰富，近5年来记录到许多野生动物出没，还曾拍下珍贵稀有的宝玉类白鼻星，在镜头前大口大口进食，模样超可爱。还有一对属于台湾特有种的竹鸡，大多出没在浅山区，属于夜行性动物的幼獾，也记录到挖土觅食的画面。这个地方对于台南市而言，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生态绿洲。丰富野生动物出现。 代表生态保育有所成果，研究员更说可能是台南最后一块生态绿洲，呼吁相关单位要好好规划，让生态有序。记者赖冠璋台南报道。